那我们十一点再过来找你，十一点十分再过来找你，好不好？还是我永远陪在你身边？啊！你是哪一组的？等一下换我报告。等一下换你报告，几点？真的不一定啊。啊？不是要找我？不是啊。不是。要找我吗？妈不见了。妈不见了。所以你是海报组第十七个，对不对？那边。那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其实这时候也，等一下我调一下。不用那么高一点，不然你人会太那个。要高一点才可以。好。那我要站哪里？可以站旁边当副手。没有。手可以让你坐。来呀！真的来！抽到手，抽到手！哈哈哈！今天聆听的号码是昨天的聆听号码加一号哦。好，所以你们有安排观众啊？都是 say 好的呀、啊。等下他们会提问，也是 say 好的。没有，不是。没有。提问就是随便。是啊、喔。你看，谢佩静会过来吗？谢佩静会过来吗？不会。为什么不过来？你们不能自由听吗？不能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吗？你就站这里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加一号。没有加一，没有你就站这里就对了啦。站这里没关系啦，我挺你啦。真的吗？对啦。那我就跟着你走。那你守一个人。大家好，我连这个主题是阳光。那我连这个主题是，我在家的时候会看到妈妈她在厨房里面，但是每次她刺出的产品都会上面有很多明显的伤口。是用羊毛毡刺出它的形状，然后呢再铺上一层颜色。然后再来是试砖，试砖的话呢是要先剪好它的版型，可以用资料夹那种塑胶的片的都行。然后呢再来铺上羊毛，然后两面都要。再来包上毛布，可以抽羊毛的都行。然后就先轻轻的抽，因为它现在是比较散状，所以轻轻的抽。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连上肥皂，就是这样慢慢的抽。这样搓的途中会让它的羊毛缠在一起，就可以变像这样硬了。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是拿下网布解开开口，并且给里面塑形。但是如果搓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垫着一个东西，不然它会两片都粘在一起，就变成你的东西都不能抓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好了之后就可以晾干，然后等它干之后就可以。加上拉链这些的，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个成品。再来是角度和立度的实验，这是分为上排是90度，下排是45度来做实验，然后力度分为小、中、大。但是这些针孔有点不明显，所以可能到时候往前看会比较清楚一些。然后呢，我的研究结果就是，羊毛毡的原理是因为它的羊毛纤维表面有层羊毛边。编号19号要去1号那边去聆听海报哦。编号20号要去2号去听海报发表。羊毛鳞片就会缠在一起，所以变下来又紧又硬。然后呢，在3月5号然后它们表面上虽然都会有一点点的睫毛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它的表面和开口会比针毡相对的平滑一些。然后再来是3月5号的实验中，90度刺出的洞会比45度很明显，力度最好控制在中。小力显现的结果就是羊毛毡比较不容易去粘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大力的洞就是也是太深太明显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会给你们一人一支针，就是可能要轮流使用，然后尽量不要让他们的针歪掉，就是以90度来做这个实验。那
后你们可以去搓搓看那个羊毛的质感，这样吗？对，没错。然后怕扎到手的可以用那个纸板来垫着。然后呢，也可以摸摸看这个针针，它非常的硬。原本它都是这种松软的羊毛，你可以摸摸看。然后呢，就是经过这些针一直搓，一直搓，搓出来之后呢，就会变像这样，又紧又硬。然后呢，我的报告到此结束。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，现在可以提出来。要问问题吗？这个是搓了之后变这样？没有，是这个搓了之后，它会让它的羊毛缠在一起，然后就会变成像这样。所以这个成品都是一个，它原来是长这个样子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要一直搓，它要变成这样。对，没错。会不会搓到手？都会搓到手。如果你不用心的话，你的手指上可能会多一个洞。很好，不错。是有颜色的，是它有卖像这样的颜色的。对，它这是怎么装进去的？就是一样，就是有一块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成品，然后呢，可以把它放上去之后，就是照你的形状，想要刺成这样就刺成这样。像我可以这样子让旁边，然后让它有形状，这样它就要跟它结合在里面。对，没错。那我的报告到此结束。如果想要去其他摊位的话，可以现在马上去。老板在讲。哈哈哈哈哈。为什么要叫人家走呢？因为人家想要玩啊。就是他们想去其他摊位，可以去。为什么少下位？那戒备镜给我了。好。摊主，我要到下半场才能拍拍照，里面有空堂。没有，因为现在旁边可以把人家赶走啊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来，麻烦来。没有，其实他们真拿来看，真拿来。这辆叫试玩啊。你为什么又赶人了？人家说不定还想搓的、欸。嗯，太可爱了啦！可爱，被萌化了，太可爱了。你要这样放着，史莱姆这么可爱，放这边人家才有兴趣。好哦。对啊。你都把客人赶走了、啊，因为老师说要那个。你下次就不要叫人家去别组，说有兴趣可以在那边慢慢玩了、啊。搓上去就好了。哦。但是可能会弄到手啊。哎，说的。这个你手要这个。哦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可以用纸板，如果你很怕的话。哦。就是做造型的时候。哦，它是这样把它搓上去的。就是慢慢把它搓进去就对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搓的可以再搓。应该带其他颜色的哈、哦，没有其他颜色的。没有。这个可能到
时候会变五花八门。嗯。对啊，你应该 把他的眼睛拔掉，人家先做黑色的试看，没关系的、啊。对不对？总是拔我的史莱姆啊！体验的赶快体验哦，这东西真好玩。我看你说玩玩看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玩玩看吗？哦。那你们剪辑都要花多久的时间？很久，很久。真的？对。所以你现在都是在做？那你觉得关于剧本还有当？这样吧。一现在在上班哈，我几乎其他时间都在剪片，不是拍鸟就是剪片，太浪费时间了。然后剪片要花时间去研究，没有人教你，哇，辛苦了。不会啊，好玩好玩。怎么变成人家在问我问题啊？因为你长得帅啊。对，你这句话就真的很好。好，你们海报组上半场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哦。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谢谢上半场的同学们。这也太棒了吧！请先到自己的班级外面排两排，这边要先说明几件事情。七的星期日，好来，初三，你是聆听海报八的星期日。来，初三，你是聆听海报九的星期日。